评测有深度，出行少弯路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福贵儿。说起市场中的好帮手，货运三轮呢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。市场小哥也希望有一款实在的好车，跑得远最为合适了。当然，冬天寒风刺骨，如果说能有款抵御寒冷的货运三轮，那就更完美了。这不，宗申 B1V15 它来了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吧。新的前脸与全新设计前格栅，将前轮下臀部纳入保护范围，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，让车主用车安全。贯穿式的连体 LED 大灯设计，照射距离及亮度指数上涨，与中间的宗申品牌 logo 完美组合，突破传统的驾驶室外观，融入了客车的设计理念，凹凸有致，极具差异化，给人强烈冲击感。驾驶室采用全钣金冲压技术，一体成型，全封闭设计，防水防风，隔音效果显著提升。高强度的驾驶室门板精美耐用，车门上还配有飞翼型立体装饰件，造型流畅，动感十足。全新打造1.8米车厢，采用一体花纹底板，造型刚劲有力。超大屏智能仪表，车速、里程、电量等行车信息一目了然。可选配2000瓦或1500瓦大功率电，24款影子同步控制器，配合大齿轮后起步有力，提速快，行驶过程中也强力，可以实现最大功率的4倍过载电机，一次载货3000斤。GO15是一款外观颜值、产品配置都高于行业的一款产品，这样的一款车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